他就是要请你帮他清仓。那第二个呢，就是食物他本身还没有吃到，因为他太忙了，那他也自己没有检查说食物还可不可以吃，所以他就端出来给大家吃。那通常那个食物已经超过会一个礼拜以上，所以那东西可不可以吃。你喜欢加钱吗？是根本没有注意的，所以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蛮生活小白痴？我因为我其实我一个人住，我家里是乱七八糟。你记得你那天给他吃的东西是什么？我完全不记得，好像有发生过好几次。有一次我两个朋友来说，你那些东西都没有吃哎，应该都坏了吧？我说应该吧，然后就开始清。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歌迷很爱送吃的，然后有时候你又不想吃，或者你没有胃口，通常吃饱饭才回家什么的，然后就放着放着就啊乱七八糟的。谈到了不吃东西，听说你前不久去的一个地方还蛮适合这种习惯，什么意思？干果。哦，对，第一次用手吃啊，对，第一次的时候踏上那个土地，也是哭到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就是看到孩子们过着一个不是很好的生活，其实很多感触啦，对。可是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很，因为也很尴尬，就是大家都在看你，然后又哭了稀巴啦，所以还好啦，还好。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象？有没有听到什么故事呢？故事啊，其实干果有很多艾滋儿童，然后有很多那个因为蚊子而传染的那个叫疟疾 malaria， 对，所以他们有很多可以避免的方式，当然一个就是教育，一个就是蚊帐，都是他们很缺乏的东西，所以主要那次就是去看他们的环境，然后看他们抽水啊，可能以前那个水脏到你连衣服都不想在那里洗，可他们更快喝，对啊，所以就是状况都很不好啊。你吃奎尼还吃到吐，对不对？就是会比较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到那里也吃不下任何东西。没有哎，我照吃啊。对啊，所以我应该是吃最多的。到那边之后，你是不是第一次有了小孩？真的是不是有了小孩？领养了一个小孩？那是我第二次。我第一次的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在这里对不对？那是加尔各答的。这是加尔各答小朋友。对，你还有跟他在写信。我其实都是等，怎么会把资料传给我？他们就是每年会告诉你说，他的近况，然后是身高多大，长得生活还不错，穿的很漂亮的小女生。因为展望会的关系，他们就有学校有校服。他不知道资助他的人是一个歌星，他应该不太清楚吧？我觉得燕姿这么忙碌的情况之下，还懂得把这个爱心，要找时间呐，我觉得，那最后还想自己听你在，哎呦，这个厉害了，这是你好朋友讲的哦。你会觉得自己胸部太小吗？在天心面前应该要说，天心面前我当然觉得是比不上啦。好小吗？我是以为你应该不是会在乎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其实每个人都觉得，你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台湾现在好像好流行哦，就是大胸部，然后很多人都去整形。那其实他们问我都是也是附和，就是为了整个气氛，讲说，对啊，还不错啊，有大胸部真好。其实我觉得无所谓。真的吗？可是你朋友觉得你很认真哦，来听一下。可能是附和的。我之前因为我有去针灸丰胸，然后那时候刚好去新加坡，就是在那次逛街的时候碰到他，我就说很有用这样子，然后他就会问我说是怎么样的方式，知道他很喜欢擦红色啊、粉红色啊，然后一些很特别的颜色的指甲油。后来有去试吗？针灸没有啊，你只是很客气的问蔡依林吧。我就在想说，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他可能会觉得很漂亮的一个东西。他说，真的吗？哇，很好啊，那就是跟大家分享，还不错。可是我觉得，真的不会因为你胸部大而就突然变得很
你知道？当然。可是你有没有曾经会因为胸部变大而变得有自信啦？可是有些人会，对，所以我觉得 OK。哦，好了，没关系。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孙燕姿突然变这样，你也会觉得很怪吧？还是说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如果你可以整形，最想整哪里？其实我有想过，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要整形，就是有人逼我说你一定要去整形，我想说我可能就会整胸部。就觉得说，哎，可以大一点点，哎，好像也不错。可是我是觉得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对啊，只是就想一想，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对啊。你这次要开演唱会吗？我们要提醒大家，孙燕姿在台北巨蛋呢，她是第一个上台北巨蛋的女歌手。那现在也是在唱歌的朋友，也是你很好的朋友黄家谦，要给燕姿祝福，来听听看。就是我也希望他可以跟我一样，真的找到一个可以跟他过一辈子的人。那我知道说他在工作方面，其实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忙，他很少有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说其实我很心疼他，常常都要去办很多演唱会，然后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可能他心里非常渴望想要去任何一个地方，那公司当然会放他假去一个地方，可是对他来讲，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不够。我觉得他应该很少真正的可以休息，因为他都在为他下一步在做准备，一直在为他下一步在做计划。那我会觉得我很希望他可以真正的有一天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这样他，我相信他会很开心，因为身为好朋友的我真的很希望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我觉得这个祝福虽然是很简单，很无聊，可是那个是最棒的祝福，就是真的很希望他开心。其实我觉得跟家谦啊，虽然真的处的时间没有很多，可是很投缘，你知道吗？就是他都知道说。对啊，我知道你在乎了什么啦。好啦，我知道了，知道了。他应该很了解你。对啊，所以真的难得在圈内也有这样子的好朋友，好好的珍惜。当然，最后还是想要听听燕姿对于这次的演唱会，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希望可以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因为，有时候很想再提醒自己，提醒一直支持我的人，他们在支持什么？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我很愿意为这场演唱会就是很努力，然后学很多东西。所以你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连孙燕姿自己都可以肯定自己的演唱会。对，然后我希望我那天可以表演得很好，然后就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然后很有信心，因为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子。对啊，希望很顺利啊。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那同时呢，我们除了祝福孙燕姿之外，哈，也要祝福一只狗啊，因为它的主人如果到台湾来才能看到它，对不对？谢谢你躺了一整个非常晚上，好，谢谢，好可爱哦，燕姿加油喽！